应该怎么讲，在2023年的年底、哦、推出《恶女》这个电影、哦、我活着因为我存在，人生没有如果，只有结果跟后果。这国家最大的悲哀、哦、就是对的事情大家都知道，可是大家每天都在做错的事情。什么是对的事情？就是拿钱去买票去看《恶女》啊，就是这样啊。欸、对了，啊《恶女》里面好像也有人在演总统。哇，那个演总统那个人好像也模仿过我。哎、欸，还是要去看《恶女》，《恶女》真的是好看。大家好啊，这个几经波折啊，我到底会不会出来选啊？现在态势已经很明朗，但是不管我有没有出来选，希望大家能够买票进场看《恶女》这部电影，里面有人演总统，好像那个人跟我也有关系。性对女人来说也是一种抒压，对某些男人来说啊，性是很重要的。